暑假进入尾声，加上最近本土疫情趋于稳定，昨天晚间位在国境之南的屏东垦丁大街就涌入满满的出游民众，很多人都把握好天气出游，可以看到垦丁大街上晚间灯火通明，满满都是人潮，路上的店家还有摊商都开门做生意，希望能够吸引客人上门，因为真的是很久都没有看到这样的盛况了，有全家大小出动，爸爸妈妈带小朋友，也有学生和情侣成群出游，相当的热闹。警方也出动了人力疏导交通，虽然现场民众几乎都是有佩戴口罩，但是提醒大家出门还是要记得保持社交距离，以免造成防疫上的隐忧。